李浅，你好，这是我恢复记忆后给你写的第一封信，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封。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并没有被你深深吸引，你像一只刁钻的小红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GDP 中经济增。上课睡觉，下课不好好写作业，总是跟我作对，实在讨厌。后来发现，事实也不尽如此。世上多的是并不互通的悲喜，我并不能理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还笑得出来。老实说，我连人为什么笑也分不清楚。也许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李浅跟我说了好多有关于你的事，或许你们很像。我是未婚。我失忆，你出于私心骗了我，而我信以为真。记忆真是奇怪，能让人忘掉许多，却又让我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每一个画面、瞬间，清晰的好像昨天。我从你那里感受到喜怒哀乐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。因为你而感到的快乐，在发现一切都是谎言时，转为了愤怒。明明是最好的时光，为什么会是假的？这打破了我的逻辑和认知，也让我感到难过。在给自己找了许多借口之后，我决定一箭双雕，以牙还牙，作废这些不切实际的要求，让我们重新来谈条件。起初看着你愤怒、挣扎、反抗，我觉得有趣，但渐渐的，我发现这其实并不是我想要的答案。不过好在我想明白了，人生海海，何其有幸，狭路相逢，我很爱你。